南极偶遇张毅，被拒绝合影引发争议，张毅无理傲慢，事实并非如此。近日，一位小红书博主在南极偶遇张毅，却遭遇了对方拒绝合影的要求，引发了广泛关注。该博主认为张毅非常傲慢无理，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指责张毅及其粉丝。然而，事实却并非如此。据报道，张毅当时正在进行私人行程，而非工作行程。对于这位博主的合影要求，他有权拒绝，这是他的权利，也是他的自由。明星作为公众人物，也有保护自己私人空间的权利。该博主的行为显然没有得到张毅及其粉丝的认可。张毅的粉丝告诉他，这是私人行程，不希望被打扰，要求删除照片。而这位博主则认为自己作为船上的贵宾，不应该因为追星而受到这样的待遇。然而，这并不能成为他侵犯他人私人空间和权利的理由。我们尊重张毅的隐私权和自由权，也希望这位博主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相互理解，才能和谐共处。